本分局落实执行近邻专案，昨日22时许在中山路查获大型营造站，现场逮捕负责人52岁高姓男子及两名员工，带回营造小姐你先写着转一下，小心你交配合都没有润滑剂等证物，其中有7名应招小姐逾期拘留，全案讯后男客及应招小姐于社会秩序维护法采罚，7名逾期拘留应招小姐送往移民署专勤队办理遣返，并将高男等3人依刑法妨碍风化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